三二一，起看。哦，好哎，不错，感觉比较有亮眼，值得哎，对呀。大家来猜猜看，先猜猜看他大概整过哪里。Hebe， 鼻子跟眼睛一定有，鼻子跟眼睛一定有，还有什么？俊明。我猜下巴，我觉得下巴应该是有的，对，鼻子眼睛，但因为他下巴很好看，对 ，OK， 还有什么？来，阿比奇公布一下，对，削骨跟隆鼻双眼皮，削骨削哪里的隆鼻？双眼皮，下颚角的骨头被削掉，对对对，隆鼻开眼头，双眼皮吧，开眼头，开眼睛，眼睛全部都有做，啊，省了多少次，花多少钱？七八十万次呢？眼睛光眼睛就三次，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削骨啊什么的，对，也是五六次以上。有，就是从以前就想做，对，因为之前的脸就是有点本垒版型，所以你就会想要削骨，然后就是让脸顺一点这样子。你的前面怎么赚来的？八十万？我之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就半工半读这样一直赚。有办法赚到八十万？你去哪里呀、啊？找到感觉是火锅店的，好好讲。火锅店，火锅店，那柯林八十万，他跟你一样，赵哥也是拿回扣的，那就有。可是你有做几年的时间赚的钱？我至少做两三年，而且我几乎都没有休息。他没有休息，而且八十万，从打烊是可以的，从营业到打烊。他是做全满班，加年的时候都会有双倍薪水，加薪他都做，几乎是没有别的生活。好了好了，我们姑且相信。赵哥，你就相信他嘛，相信。对对对对对。所以赖医师，这个削骨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都适合？其实应该说我们的整个颜面的骨头的架构是先天就爸妈生出来就给我们，就是这样。其实它就很像我们房子的钢筋水泥结构，所以当我们要去整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动到房子的根本，动到骨头的大部分，因为它会肿得比较久，那动的手术里面可能骨头会切断，就等于就像被车撞完之后再重新钉回来一样。切断，因为它就是有切掉再重新组合。你们是拿器具是真的像一把刀一样，然后去慢慢。我们有锯子。锯子，像电锯那样吗？对，但是我们的锯子很好啦。其实现在的器械很棒，它的器械，比如说它的电锯锯骨头，可能只有那么小，就是它可以避免软组织的伤害，然后基本上是蛮精准的。对，哇哦，好痛哦！你会愿意付出这些金钱，然后要用那么多，你要吃的？他存了两三年的钱，恢复了一年，你一定是对什么原因啊？要让你希望这样承受？就国中的时候就不好看，然后又胖，所以就会被嘲笑，被笑，对，就是你看看嘲笑，被排挤的那种感觉。就是之前有交过一任男朋友，然后他跟我一个朋友也很好，我那女生朋友就跑去跟我那男朋友说：“哎，你怎么会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就是她长得又不好看，说你丑，对，这女生才丑吧？对，自己朋友啊，心超丑的，我真的不喜欢。”嗯，就这样。对，那而且那时候我们才在一起没几天，就因为他去讲这一句话，就感觉好像我很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种感觉，以为那男的就是，因为那时候那男的长得蛮帅的啦 ，OK， 算帅，然后我那时候不好看，他因为这样就跟你分手，对，就这样就分手了，就跟你分手。然后后面他们好像有在一起，哈，哦，那不行啊，那单纯是那个女生也喜欢那个男的，就是抢你男朋友啊，不要理他就好了，好过分哦。但是你就是在心里就会有点那种，就觉得好像被人家比下去了，被取代了。那有没有男生，比如说他们在打棒球，砰打一个全垒打，说：“哎，我可以踩你的脸吗？”你这个有点牵扯一下大林哦。真的，我只是说他小时候的小男生都会这样，有这种事情吗？对不对？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是不是有这样笑过别人？没有，怎么可能？我怎么想都想不到这种形容的。怎么可能？坏哦。对，我其实蛮懂他的，因为其实他国中被嫌丑嘛，我从中班开始就被嫌丑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中班开始就被嫌丑，为什么不是从小班开始呢？我小班几个同学还不会讲话，语言发育还没完全。他丑，原谅这些同学，我原谅他们。看你要逼死我吗？好了，我是国中开始，我也是被排挤，你知道吗？因为我是转学生，转学生最怕的就是被排挤。对，我们已经探听好，班上原本有一个被排挤的，我想好，那安心的转学生没事，度过这一节。因为我们那个排挤也是通灵的，然后我一转进去之后，我想说安然无事。他一看到我就开始放话，因为他会通灵，他说我的前世是猪。
我这一次那个型还没退掉，这一次长得还很像猪。哎，大家认同哦，没办法反驳，认同大家认同。对，然后因为国中大家午饭要自己去抬嘛，大家还会霸凌我。那个午饭要抬去外面的那个回，他们都抬到我桌上，他们觉得我就是会专门在吃馊水的。哦，我为了跟大家厨余，然后故意抬到桌上。对，我为了跟大家融入，还啊，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你还真的吃啊？没有，没有真的吃，我还要开自己的玩笑。哎，你怎么这样浪费呢？好吧，好吧，好吧，那是厨余，那是厨余，反正就是我要开玩笑逗大家开心。对对对，带这种悲观的那种，一直长大，一直长大，长到后来，我开存了钱，存了点钱，才决定去整形。我懂这种痛，这种被笑的痛，其实很不舒服，很悲壮，对不对？对，还好，还好，还好。不过被笑总是对啊，心情不好，当然。OK， 但是问题是。现在整完了，你自己对于人家在看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别人男生的眼光对你不一样了，哎，对，是吗？会这样？会有差啦，就是之前也是国中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学长，然后就是那时候我还有跟他告白，然后他连拒绝都没有拒绝，后面就不理我，完全不理我，完全不理，对，完全不理哦，不读不回的那一种。哇塞！然后后面等到整完之后变漂亮，然后就。色心吗？有不起屁面哦。以前你听那种不好看的跟你告白，你会生气。我靠，怎么他跟我告白？对，然后后面，然后他还会想说，一直狂约我出去吃饭啊，要跟我见面，而且我们还住同一条街上这样子。而且还有遇见过。然后我不理他，你答应他，我没有理他，我完全没有理他。对，看不看到人情冷暖的那种表情，更不会想理这个人。我不要理他，我已读他，不回他。哎，帅帅。然后就反而他自己现在变得不好看。我觉得整形这个心其实不是外在而已，你连心态，像我抽脂完我变瘦之后，我连心态都跟着进步了，我心态都被进化了。怎么说？我跟你讲，我以前你讲哪里？你进化什么？你是有在瞎掰。我以前根本不 care 的时候，我就是个胖子。我以前算了，可是我开始瘦下来之后，我开始为维护我这身肌肉，我开始会去慢跑，跟你一样开始慢跑啊，开始健身。我想要维持它，不是只是短暂的时候我胖了再去抽，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再去抽第二次了。所以我要抽一次，我就要尽量维持到最好，让我的 CP 值效益最好。结果我发现我的心态也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整形是 OK 的，是不是？懂你吧 ？I got you。好，谢谢你的分享啊，谢谢，谢谢。三二一，请看。哇！哎，你偏自然的嘞。对，很自然的。你最厉害是你变漂亮之外，你还是不会让人觉得很。很整的感觉，奇怪。我喜欢有我自己的风格跟特色。哎呦，哇塞 ！OK， 大家猜猜看，他调整过哪里？隆乳、双眼皮、隆乳，这样就看这张隆乳了。秀照不是有乳吗？不能胸部大又说是隆吗？因为她是我学姐，我了解她。哦，是我高中学姐，以前就高中对。隆乳双眼皮小，其他还一朵没。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是那个头发吧，因为头发他其实有一点点前面有点。那个原本你说额头比较高，你才去植发是不是？哦，植发，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自然。我刚刚在化妆室真的看不出来他是。你干脆说他去变性好了啦，他以前是男的吧？没有啦，真的很自然。植发，好，来，姐姐，爸爸公布一下，来。我做了植发，然后胸部。植发有。哇，你瞎讲对。植发、胸部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开眼头、双眼皮，然后我做那个牙套的时候，上排牙龈有磨一点骨头。哎呦，哦，对，然后我还有做，我昨天做了一点点下巴。昨天才做了，你是说，比如说打那个打一点点维金池，什么东西？玻尿酸维金池吗？维金池，维金池。哇，你眼睛很自然呢。对，我喜欢自然的。他今天只是割双眼皮而已啊。没有，他好开眼头啊。对，我有开眼头。哇，所以你总共整了大概五六次，加昨天六次。但是我有微调一下我自己的眉眼唇这样。哦，唇微有微调一下。总共花了多少钱呢？我前前后后有关美的东西花了70万。花了70万，这有点值得。植发是植哪？植刘海，你可以看，其实蛮自然的。哦，这是植发，这都是种的，种进去哦。这都是种，对对对。它会长出来吗？它现在就在长啊，这样会越来越长哦。对啊，然后我要剪啊，这样。就是植发，就是拿自己的后面，对啊，前面种，对，拿后面，那但是后面其实也看不太。当然要拿后面，不然你拿下面种起来，不然跟豆哥一样，赵哥对不对？赵哥，这个问题我就想要问医师了，是医师关于植发的部分，有没有人因为可能头发真的没办法，他拿身上的体毛去做这个，这有那会 Q Q 的吧？对啊，是不行的，对吗？
基本上很少，因为大部分头发后脑勺这边的发根应该是可以用的。那其实植发手术，我们都笑说做这个手术医生像在插秧，很像农夫，就这边要取头发，然后再种到他想种的地方。那像现在很多女生为了改善轮廓线，可能会种到美人尖，那或是有些男生因为想要帅，所以就会种鬓角，种鬓角，对，感觉比较 man。那我遇过最特别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女生私密处是天生就没有毛发的。她想说，虽然大家现在都觉得好像私密处要除毛，大家都镭射掉啊。对，没有。可是有些人他反而想要。有些民就是上一辈的人会觉得说，背后了，就是白狐女，就是他们说。挂掉了。赵哥，你是遇过很多对不对？赵哥是真的造成大家来讲说，遇到白虎会衰吗？会克服？是克服。男生是克，男生会克男生，会克男生，所以真的有女生因为这样子感情路不顺，是真的是真的，然后就找我们来植发，就拿他头发去植私密处。天哪，是不是植完之后它长出来自然会被 Q， 对不对？不会，没有，不会，它会像头发一样，它还是要修剪了。那会不会就越长越长？就是像头发一样，你还去一样上发廊啊？只是你是脱裤子而已。没有，他们都会自己剪好吗？不是，技师帮你修剪。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中间综合台，同学来了。